我给你把麦给你麦个一起。行，先录个麦去是吧？啊，他眼球往童言无忌的名场面。小朋友，给你个糖。别人给你东西，你不说什么呀？叔叔，你还要吗？啊！我妈妈也想要。芭比 Q 了！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我们同学家都是两个孩子，你就不能也给我生个妹妹吗？啊！这事啊，等你爸回来了再说，得跟他商量商量。你不是说你是咱家老大吗？这件事还要跟他商量？那肯定了呀，这事必须他在家呀。你不能趁他不在家生一个吗？这样还能给他个惊喜。奶奶，你做的菜真好吃啊！好吃的多吃一点呗。奶奶奶原来年纪也大了，以后要去世了，想吃都吃不上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对，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是不会死的。我妈经常说，你是老不死的。哼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不开心。刚才我和爸爸去接你放学的时候，爸爸一直看着方世宇的妈妈。你说，是方世宇的妈妈好看，还是我好看？你们两个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方淑宇的妈妈看着有点好看。那我呢？你看着有点好笑。存了钱干啥？长大了？长大了，长大了，找妞们儿。干啥？找妞们儿。跟谁学的这话？假如爸爸掉河里边了，你是先吃西瓜呢，还是先吃葡萄呢？吃席了呀，我可以换了吗？你说让我考虑换个老婆呀？嗯，我问你的事，你当初为啥要跟妈妈结婚？哎呦我的妈！为什么？长得满脸都是疤，脾气还不好。那你给你换一个吗？换个年轻的。换个年轻的吗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是妈妈表哥，他俩还没结婚，就偷偷摸摸的我呀，我里有我，就有了我。你妈的表哥，你妈的表哥。我发现你爸不是我奶奶生的，别瞎说。真的，你肚子上有口子，我是不是从你肚子里取出来的？对呀、可是我奶奶肚子上没有口子。那就不是我奶奶生的，我爸可真可怜，这他还不知道。生孩子不一定非得拉口子才能取得出来，那还能怎么出来？拉出来的，这不跟拉粑粑一样吗？爸爸，粑粑，难怪是臭爸爸嘞。爸爸，我今天不能跟我妈妈出去。怎么的？你都不能跟妈妈出去？你怎么弄的？你多大了啊？你骂我装，你就会骂。你多大还我妈说要说？我跟你能一样？我跟你妈是合法夫妻，俺俩有证呢。你不，我现在给你妈快住了。你都百年以后，我给你妈卖，给你卖个一起。行，先录个麦去是吧？啊。等以后把你俩分开卖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和小姨谁漂亮啊？都漂亮。不行，只能选一个。那小姨漂亮。她哪里漂亮吗？她的眼睛鼻子漂亮。那我身上就没有漂亮的地方吗？有。你的鞋子漂亮。哎呦我的妈。以后我们家的家产是不是都是我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和妈妈现在算不算是吃我的、住我的？怎么啦？有道理。